大神，你平常手机放枕头旁边吗？会啊。怎么了？你知道手机对脑部会影响吗？屁嘞！真的真的，它会造成你脑智商降低，会变脑弱。但怎么感觉我最近难怪考试考不好？正常的。啊，我晚上记得了。好，睡觉睡觉。我是不是忘记什么事情了？啊，对了。Snoop Dogg.